你俩这是拳拳到肉啊，好看一看就是挑刺儿的。两个母猫打啥呀？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呢？哎呦，你都当妈妈了啊，注意影响。好看，才3个多月大，就能和1岁半的哎呦打成这样，咬坏了没有？好看，这啥玩意儿？这哎呦蹭的都口水，能不能不打了啊？你让偶像怎么看？这是抱团杀呀！我去，偶像你帮谁？看，虽然比 AV 小不少，小了1岁多，但是勇于挑衅。哎呦，别急眼啊！你打不打就行了呗，别拿这个当职业啊！你们又不能变成职业拳击的、职业摔跤的。好看你的肉没白吃，你一个猫的饭量顶成 AU 和偶像的饭量的。不咬了啊，不打了啊。别欺负 AU 了，还说你也打不过 AU， 你占不着便宜。对呀，你没事你帮我看看小宝宝，来 AU 宝宝来。你咬啥咬？你不懂好歹呀、咬。你咬尿不湿干啥？你咬坏了等你尿床的时候你就后悔了。来宝宝出来劝个架，你说他俩打架你劝个架好不好？哎呦好看，给小猫一个面子，别打了。哎好看好看，不打了啊。小猫都怕你俩了，你俩的眼神能杀猫。宝宝，哪有这样事儿的？大半夜不让你睡觉，在床上噼里啪啦的。本来都要休息了，这俩猫这顿打呀！但那小猫挺管用啊，把小猫拿出来，他俩猫就不在床上打了。高颜值的小奶猫，你姓啥？哎呦啊！哎呦！我你脑袋，你钻里干啥？你痒啊咋的？这偶像就是老好人，谁也不得罪，也不帮着劝架，也不帮着打架。来，过来。我去，你还有点攻击性呢，过来。来吧，来手心里，让我融化你。我好像融化不了你了，你把我手当那猫条了哈。哎呦，算了。